在南区的部分呢，原本施打 AZ 疫苗的时候呢，长辈们的接受施打情形并不踊跃，反而是现在莫德纳开打了，人潮增加了。卓西乡卫生所在7月3号就施打超过100个人，连登记施打残疾也是秒杀。医护人员忙着准备比对资料的同时，现场就已经坐满了要来接种莫德纳疫苗的部落长者。主任医生陈志伟一一仔细问诊评估，让长者安心施打。那我们卓西乡在 AD 疫苗方面，75岁以上大概目前打了110剂，占了比重是大概是30%。那今天开始我们是打莫德纳疫苗，那我们是打65岁以上，那目前预约的总共有98位，然后有预约残疾的大概5位。卓西乡符合施打疫苗资格的长者，在 AD 疫苗的施打率仅有30%左右，施打后也无不良反应出现。7月3号第一批莫德纳疫苗施打接种，长者反应比较热烈，预约者就有将近100位左右。主任医师陈志伟叮咛指出，施打后卫生所也将持续观察1个月。那最主要是要观察1个月，是因为要观察有没有血栓的情况。那血栓的情况的话，是在 AD 疫苗它的几率是大概10万分之1。那在莫德纳要特别小心，就是在最近也有血栓的情况，还有心肌炎的症状疾病，所以我们需要观察期要到1个月。看见原乡长者疫苗接种的施打人数也逐渐上升的情形，卫生所也乐见其成。主任医师陈志伟表示，不论是 AD 还是莫德纳疫苗，长者施打后会有发烧、肌肉酸痛、疲倦、头痛、头晕等症状，请长者注意多喝水、多休息，若有身体严重不适者，请尽速就医。记者石玉兰卓西采访报道。